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金刚八折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时传遍天人心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同修，各位咱各分道场啊，现在的些时阵，大家共同伫道场佛前共修的同修啊，各位家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咱中华民族15,615世。列祖列宗主冠名，啊！咱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主冠名，啊！咱祈福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主冠名，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处大小战争主冠名，世界789处大小战争主冠名，啊！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阿弥陀佛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离开世间，找佛法，哪像这找土觉？土啊，本来就袂发觉。离开世间，你要得到真都是真困难。啊，曾经在12年前啊啦，啊，有一个时阵呢，啊，迄阵王禅老祖圣诞进前，我伫厝。家己暗时啊，下来会静坐，静坐煞呢，啊，看啥代志，了解了以后才去睏。啊，拄啊面头前一位菩萨，皮肤就光了光了。我请问，啊，菩萨有何姓氏、家世？啊，伊讲无啦，我想要来世间修行，啊，希望有一个机会，吼、啊，好啊啦。啊，出世一个家庭，一个人家庭呢，过来修行。我世间足歹行呢，哦，世间真无好呢，啊，磨磨苦苦，苦厄那苦海。伊讲无要紧，伫天上无身躯，无身体，无这个体，无法度真真正正去修着行，无法度体验。好、哦，我要来投胎着行身体。辛苦的事，啊！咱伫世间体验一年，等于伫天上体验100年，等于世间修行100年，减算苦正，伫天上爱100年，才有法度得到咱伫世间的一年。安尼哦，我唔知了。啊，阿老就讲，你都已经有啊，当然你唔知。哦，那啊，我已经有这体好修行了嘛。哦，一我哎，那台中吼、哦，万东百货公司关起来啦。哦，无万东百货公司吼、哦，经营流流，那像西方极乐世界呢。啊，其他的要一挂百货公司拢真水，台北啊、台南、高雄拢有，袂歹。有多谢呢，伊才要来。哦，一到来体验世间的金硬硬的，吼、哦，金银琉璃啊，的净土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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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再找时间给你啊。经过几天呢，就咱
就如做圣诞嘛。啊，就两个阿爸，啊，结婚这些年无生啊。啊，伫咱办公室面头前遐，师傅啊，我有事要请教了，因两个，恁阿爸嘿，啊，发不到也无啊，啊，无台机啦，我就知啊，这一定是要生囝的。我讲你要生囝哦，嘿啊，哦，五六年，哦，拢未生，卡能变嘛变无呢？哦，试管婴儿拢无效，我啊，无紧啦，无啦，好啦好啦，真紧就转到我，我咧接下来，我讲这里就是啊，这领导，我甲迄位菩萨，你会使去引导啊，啊去引导他，你，我甲迄个咱的师兄师姐，等下，真紧就有啊，啊，真紧就有心啦，干咩咧？师傅也无创啥，安怎会用？本来就会晓嘛，无要安那，对不？啊，我未使说不到啊，不要啦。啊，那么哎，菩萨，这个领导你勇气啊，啊，一找教育来啊，嘿嘿，等于过一个月啦，来啊，师傅啊，啥？有心啊？哦，安胎哦，我一直爱安胎咯。我看嘛是迄个菩萨，无唔对，迄个菩萨。过来引导，要转世啊！哦，我咧好啊念佛，你咧有心的时，倒手，吼、哦，倒手手心，二二八道，正手八道道台，正手伫外面安行啊！啊，引导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啊，观世音菩萨伊会当度持一切诸佛菩萨，啊，伊所需要的观世音菩萨念的天命，念的法子。未来世间度尽所有有缘的众生，所以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一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用得念，用得念。吼、哦，那过来呢？我咧讲吼，两阿母发发的也真好啦，一个人。哦，恁袂使哩惹了发脾气，老公和老婆发脾气，哦，安尼就唔对起啊。因为啦，那安尼你不到这个囡啦，一加一等于三。师父听无，一加一等于三，对哇？太太的脾气，你的脾气，加加佮含伊的脾气，搞起来是咪啥？加起来就三嘛。啊，三下班的囡仔性格足歹，你知无？所以足侪囡仔真歹，真恶，真歹，拢有原因的。迄只阿母有心的时，平常时大家小尊重、小尊敬，表达的方式无相像，造成互相的误解。这是气，气到尾，囡仔生出来，伊的脾气都三项，一加一等于三。啊，经过十个月后咧，啊，就生满月啊。啊，满月咧，就摕油饭来，食予大家食嘛。啊，咱的法门一个无成文吼的规定，就是讲，你若要来求后生，未生来求，咱是五百罗汉了，梳头壳以外。啊！爱发愿，那一年未生，吼、哦！你以后生了，一年一爱五十斤的红卵，那五年就三百斤。咱现在是那强修，上课是足济足济十方神仙代表。你将这个哈五十斤，六年三百斤，哈十年就五百斤，提来只给大家吃，大家给你道祝福。阿伯囡仔有福气，阿伯囡仔呢，虽然够聪明，咱的孙啊聪明够巧。啊，然后六道油饭，六道油饭呢，啥六道？东西南北上下，因佛世界，你提只王禅老祖代替你去转世。和东西南北上下六方的世界的诸佛菩萨呢？安尼有相无？足相的啦！你做试管婴儿一届才几十几万，有诶二十万，会成功无？不一定呢。所以这就是咱心善良的心。所以是天上的菩萨，拢想要来世间，要来投胎，来世间体验。那么这个小朋友呢，传来我看，我抱起，我看看真诶假，甲看看呢，吼、哦，我脚底甲粘一下，甲粘一下，安尼吼，我目睭甲眯眯一下，听，
啊，目睭直直看我，头壳外边啊，目睭看我，啊，哭啊，喊，哀哀叫，我也使哭。拍翻嚟，你啥人手印？好，我手就变去拍咧，拍手印，啊，无唔对啦，好啦，你啥人好？好，再带因爸爸妈妈，好，听个唔敢丢丢，我念一下哀哀叫咧，爸爸妈妈唔敢丢丢。嘿嘿，我讲你来就好我行。那无你会把我面子啊吓掉去，好你就好我行，好我修，哦，啊就干咩啊？目睭一年过会笑啊，目睭一年一累哦，嘿有够巧啊，因为为安尼啊，年一累，嘿表示的用心啊啦。哦，所以讲伊，那么见着如来，家己的本性，一定爱有一个妄想落座，开始互我的真言。天地无我，有天地无我之心，你就见着如来。咱的如来就唱着宇宙虚空，所有一切的智慧是如来。若是天地干呐讲我，偌敖！咱真侪修行的人，哦，我都飞天唱地，我都安怎，我都安怎，啊，迄种拢变啊啦，拢俗啦。你要看佛菩萨的，伊讲讲我，伊嘛不讲我。如来伊根本都唔捌咧讲我，如来伊原来就是天地拢包含的，那就需要去讲我。那么咱一个人的身躯，那是五脏六腑内底一项小小的细胞之一尔。若是咱每个人心中有天地无我，咱这么开阔的心中。一时，时时为大众祈祷，时时为国家来祈祷、来祈福。那么国家所有的王侯将相、凡夫俗子，拢嘛你的细胞尔嘛。那都需要到分工，你是动，我什么动，什么动。所以有的人啊，他问啊，师傅你是什么动的？我讲过，他讲要死哦。我佛祖动，我都上好尔，我还要靠什么动？世间当是因因万万无智慧，佫无清气，啊，佫垃圾的话语想法。那么我着参加佛祖洞着上好尔。佛祖洞呢，心是包太虚，心是包含着所有一切颠颠倒倒无智慧的众生。安尼着好吗？安尼我袂好过，我是安尼着需要去落入哇。男女，我看遐戆甲遐戆，我若戆甲遐戆的时，哪有可能今日有遮侪大家共同咧修行？所以咱真侪啦，吼模模糊糊，恁爱注意。啊，咱说教育是天地无我之心，教育是慈悲之心，教育在爱的行为。教育在善甲善，教育在即个善行。你若有安尼去做，家己爱教育家己，家己教育家己，先教育家己以后，咱才来教育别人。咱教育咱家己囝，教育咱的囝以后才来教是别人。但是社会呢，啊，真侪人是真可怜，囝是。咱的教师节，一只呢，只要就来感应着所有的咱的天普天下的教师老师以外，恁的功德无量，恁的慈悲、恁的爱心，普照着天下的众生，只感应着所有的老师、教师，啊，祝福着咱所有的老师、教师呢，哈，恁会当身体健康，哈，恁会当。啊，心灵安详，家内会当平安。啊，咱教师的伟大，咱无法度去形容。咱大家拢有老师甲咱教过啊，但是现代，咱真侪做爸爸妈妈的囝，咱伫厝无好啊教，咱就送去学校，啊，老师较严格甲咱教，甲咱教死。哦，咱就没完没了啊！
啊，找几道阵去学校拍老师、拍校长，当一当倒，这是什么众生啊？魔神啊，众生啊，魔心现前，你要记住来不可能。阿伯，恁囝一定会带不好，所以成绩压造，成绩不好，就是安尼。你成绩啊，会压喷烫压造。不小孩拍了，叫乖乖吃，伊袂大。啊，成绩不好，阿爸你就知。啊，这所以佛才会用来教育。佛的教育不是世间的是 X、Y、Z 安尼尔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加四等于六，啊，不是安尼尔。佛的教育是开发着咱每个人的灵性，甲大家讲，咱每个人拢是。佛菩萨来转世，转世来到世间的时，咱有一个身躯落伫内面，哦，咱唔知影家己是啥物人，哦，所以咱有妈祖婆，啊，伫咧迎这条路王爷，妈祖婆伫设计，哦，白无常、黑无常，哦，遐悬人落伫内底呢。你也看不到裡面對面裡面是什麼人，結果你那麼大聲在猛海猛海話就燒龍，在燒龍弄到這樣很高興的，火中燒怕燒龍，手猛海猛燒龍，你沒想到裡面是你老爸，无想内底迄就是恁囝，还是恁某、恁翁？啊，你有一个人，结果咧，咱秘密内底咧，拢唔知影外面这个壳，这个外面内底是啥人？结果，咱就我咧骂骂骗骗，我骗你，你骗我，伊骗伊，弄到社会乱糟糟。所以，咱政治人物应该是有宗教家的素养，政治的朋友咧，一定爱有修行。那无修行，伊所看到个世间的自己的经历，未看到大众的经历。哦，所以咱佛家会过来投胎来转，来投胎来做人，然后开悟以后来说出每个人咱的佛性本心，咱的天上世界，咱是甚么款的？所以才会这部《金刚经》。来甲咱开始，咱每个人的灵性，咱会有一个觉性、觉悟的性。哦，咱有啥要动动？你真正对不起的人，顶世人的恩人，咱唔知等下死了后，替等掉，我等去，哎呦，歹势歹势歹势，迄当时，吼、哦，我伫投胎着辛苦全部。辛苦，有的查甫，有的查某，有的好看，有的歹看，有的瘦，有的肥，有的气嘴，有的大乌龟。啊，遐尼济事啊！哇，唔知我笑你大乌龟，啊，我你笑我阿妈阮重，我笑阿阿妈阮遐重，结果家己我阿妈阮阁比遐重。我虽然人伫世间投胎的辛苦以来，拢唔知影家己是啥物款的啊！唔知三五下，你要去到找家己读经啊、上经啊、照经文，你就拢找到你真正的家己呀。所以佛伊来世间四十九年所讲的，拢是讲咱的天上，甲古人讲的地上，人如何去找到天上的本身家己。然后等于天上呢，甲佛菩萨。如何来找到咱每个人本身的天性是啥物款的？所以才有佛一路，成佛之路，叫做佛经；成道之路叫道经。啊，真真正正一步，会当找到家己生命，找到家己如来的一条路，叫做真经。所以一切经拢是找到家己本性的一条路，一妙法真理。所以各位同修啊！哦，咱大家哦，过去咧听真济大师咧开示，当然伊有伊个真观的境界，但是啊，真观的境界，咱也要未到咧境界呢。有咱咧听咧阿听落去，你要来找着家己，无当找。每一个人是达到境界，各位
咱基础孔子的八德的基础，咱都要马上麻烦的跳出掉，哈、啊，世间有为法，啊，仁忠孝仁，啊，仁的心，人啊人中间，仁两个人嘛，人啊人中间互相相对待，我进入你的心。我了解你的立场，时时徛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的时候，你叫做仁爱、博爱。咱的爱是真宽爱，那你之爱是小小之爱，哈，别个囝、母仔之爱是小小之爱。那么咱国父以下博爱，牺牲伊家己，把过去五千年来的专制化为现在的民主。这是博爱，佛祖把众生拢看到平等，这嘛是大爱。信，啊信是咱人生命的成道的基本的菩提。啊，咱信爱信仰，咱甲佛菩萨、甲祖先有所约束。啊，约束讲咱即生有机会来出世的时，那么从世间下只的艰辛苦涩，但是要转转予咱的。天上世界，咱的祖先，结果咱袂记哩啊！干呐，将自己干呐，直直追求，直直物件爱到体，什么呐，直直追求。你所获着，你咱每个人甲祖先伫天上世界，哦，伫佛的世界、菩萨的世界咧，所约束的。那么你家要安怎来转世论呢？咱着早暗早时起来，咱休点呢？加佛菩萨，咱老用了上经，那无咧，那个佛菩萨，那祖先，啊、哦，我今日要做啥做啥做啊，你禀报，啊、哦，愿你今日所做的功德，拢来回向给恁。那么你今日所发的愿力，你就照那行，一暗倒来，你就去点一香，甲恁家的神明，甲祖先讲，我今日所做的什么功德，什么地多多，什么什么什么咧。哦，有足好，但是阿都会袂顺事。你家你的心明，甲祖先讲，真坦白讲，你常常讲无人知，包括你去爬，哦，了咧，你讲啊，我爬了失咧，唔对呀，哦，你嘛是无人知，你家你心内甲佛，甲恁祖公讲，你唔好对我咧，这就修行咧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啊，这所以信，这就是咱甲祖先的小约束。义，义呢？参天，兄弟姊妹，哈、哦，爱有义气。咱真正兄弟姊妹为了财产，哈、哦，为了钱财，拼生死的，无顾着兄弟的之情，这义根本就无去啊。好，咱要好气生财，那无好气，那可能生财无可能代志。平，咱若无平心静气的时，哪有智慧呢？所以这要讲起来，足长的也足济。为愿各位同修，十方善知识，中国圣贤的真理妙法，那个用在生活之中，用在家庭之中，用在社会，用在国家，我相信各位，咱拢会成就，咱大家拢会得到和谐，得到平安，嘛会得到快乐，这也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。金中天，五金金文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